简单讲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前几天在云面上面找到了这么一个工具，就是它是给核心强化当中会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么平时的话，强化核心有时候你开了几十个、上百个核心，不知道要怎么做这个组合。如果你的那个技能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它其实排列的数量也是特别多的，它可能性也是特别多。那么你开了那么多的核心之后，你要如何选中你要开的那个核心？那么以往来讲，我们一般会有四种方法去做这个核心嘛，然后你把那个核心对应的技能分别用字母来标记，有时候我就 A B C，然后有时候就加一个 B A C 或者是 C 开头的就 S A B，这样子叫做完美核心。那这样是一种情况，就是你要开到完全对应的三个部分，然后后面两个只是头不一致，但是尾部两个跟前面是一样。那么有时候你不开完美核心，那比如说我开了 A、B、C，我下一个我其实可以随便去组第二个，从第一个到第二个其实是可以随机组合的嘛。那这时候如果遇到 B、D、E 之类的，其实这一些其实是可以看你开出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从后面第三、第四个、第五个开始，就会慢慢的会有一个约束在面，然后你要去找它对应的剩下的部分是什么，因为你是要组只出现两次这样子一种搭配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就是你在开到前面核心的情况下，有时候就是我开到同一个头的，我开到一个头的，但是我尾部我想去替换掉其中一个同头部，然后就去尾，替换其中一个尾部。那这时候就比如说你遇到 A、B、C，如果你遇到 A、B、C，然后我想换成 A、B、D，那其实我只要换其中一个。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尾部一致，我换头部。就比如说我遇到 A、B、C，但是我把它换成 D、B、C，那其实也可，就是保留尾部去头部，这样子也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不断的去刷新和替换里面的部分，然后不断的去最终寻找到你要组合的完美核心，因为你的核心栏一个核心栏就三个技能嘛，然后它技能是三的倍数的个数，然后你同一个技能只要出现两次就可以，一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这个核心。那么这个工具就是为了更好的方便去你去寻找到在多个核心开出来之后，去寻找到你要的那个核心了。那比如说我的职业，刷新一下，比如说我的职业是阿尼玛，然后就拉拉，那么然后我就
去截图，你只要去核心栏当中截图，像这样子，截一个微矩阵的一个完整截图，你不管哪个符都可以，因为它只要截中间那面中截中间的这一个窗口，里面的窗口不会涉及到其他的文字，那其实。它就会自动的去截中间的图，然后每一个核心栏加上一个标记，这样子。然后要注意，因为这个工具当中是根据韩服的职业来做的，所以你海外的职业像，剑豪、阴阳师，然后杰特、莫玄这些职业，它是。还有林志玲这些职业就应该是不能够根据这样跟用这个工具来做的了。然后你上传了它的截图，它会自动的给每一个核心栏做一个数字标记，每一个数字栏都会有一个标记。然后它是根据职业对应的那个强化核心，所以。如果它这个核心栏里面不是里面要强化的技能，它就不会标出来。那如果说，那既然它标出来了，然后它对应的这个号数，对应的这个子技能、主技能也就头跟尾都给你标出来了，那这时候你只要选中2个或者3个，那。他就会告诉你有多少个重叠的，有多少个重叠的。那其实你就根据他这个来做，像2个，要么就是头，要么就尾，就要么就使用第三个方法，从头去尾，要么是保头部，去头部，保尾部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过滤，去过滤一些。等级还有签到字数，然后下面是一些结果。那这样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帮你去寻找到适合你需要去强化的一些核心。那应该就这样。